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南妹小子。本期是小子有答案第287。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玩沙尘暴模式？简直是个盲人模式啊！哎呦我去！小子试玩了一局，看个队友都很模糊，反倒是把烟雾弹丢到人身上，能看得非常清楚。这种恶劣条件下，肯定会有粉丝想问，有没有什么新技巧可以让视野更远？其实还真有一个，不过并不适用所有人，必须要手机自带反转颜色这个功能，大家可自行去设置里找找看，打开后视野就清晰许多了。我录屏时开了反转颜色，奇怪，录下来居然是正常的画面，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对比图片。是不是清晰很多？不知道小伙伴们手机里有没有这个功能呢？好了，我是南妹小子，视频最后还是那句熟悉的台词。